trust no one, the streets are mean. But his world that's called Lahore is what his freedom means and more. The woman who brought up the boy, around his neck she put a toy, an amulet to help him find the truth. But it's hiding in the lies, and so he wanders the endless road. The barefoot boy called Kim, he goes into the sunset and follows the dream that he has, knowing he must believe there is someone who wants to reveal all the truth that he needs, until the day that he finally arrives. Jim 终于找到了他的老师，但没能联系上秘密特工 X21，后者在写一个加密信息时被杀了，反抗分子正在准备大规模袭击。红胡子决定将信息带给克莱顿上校。桥上的袭击，只要再长一点就行了，这是最后一个了。他掉下去了，掉到河里去了。这群没用的家伙，你们干了什么？这些铁轨太重了，中士，有一根滑进了河里，这种事很难避免。你们必须马上再拿一根过来，赶紧完成工作，还有不到20分钟火车就要出发了。至少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又不是牲口，来吧，喝一点。没错，你们连牲口都不如，赶快去工作。你以为自己穿着军队的制服就能够这样对待我们吗？我们能够奴役你们，靠的并不只是一套制服。我们制造的那些装满了黑火药的小玩意儿，效果也很不错。你想看看它是怎么用的吗，阿明？我命令你马上把这些铁轨调整好，除非你也想不小心掉进河里去，明白吗？我并不是想转移话题，不过总督大人也会在火车上吗？没错，马洛尼中士。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这座桥必须要完全防爆的原因。我真不敢相信吉姆从学院里逃走了。是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才让他突然离开的。我希望他不要遇到危险。哦，坏莫克，那是巴尼先生的鞋，马上把他给我放下来，这是命令。听话，莫克，他是个危险的老虎猎手。啊，我的天，你都长这么大了，我的瞧瞧你的子。嘿，嗯，我我还以为你在努力的学习你的数学，结果朱莉安跟我说你从学院里消失了，真是不可救药，你也改不了，还是可爱的小无赖。那么你去哪儿了？这件事情说起来话长，要不是有红胡子，你们的吉姆现在就……艾尔莎小姐。啊？他想见上校，但是上校现在不在。我有紧急的信息要交给你的父亲。我很不想这么说，但这的确是事关生死的事情。他不在这儿，他昨天就去勒克瑙了。他们去给新铁路剪彩去了，他还要陪同总督大人乘坐首班火车呢。大蓬蓬应该指的就是这个。你们在说什么？你为什么会这么不安？我有理由相信有人正在准备袭击总督大人，所以我需要马上去告诉他。袭击总督大人？要知道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常常铺满了仇恨，我的朋友，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别忘了还有炸药。也许我们能阻止这件事。我要去勒克瑙见上校，警告他必须立即停下那趟火车。我跟你一起去。什么？万一你不幸出了什么事情，我还可以代替你完成任务。嗯，一切都会好的，我保证我们会安然无恙的回来。这个孩子已经提前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了，我唯一祈祷的就是世间无情的风暴不会让他最终偏离了正道。这边走，我们能更快到那儿。我们即将启用的这条连接勒克瑙和德里的铁路线，只是英国政府众多工程中的第一个。铁路将把这个巨大又勤劳的国家的不同地区连接起来。谢谢。车上一切正常，上校。我已经瞧够了，我们出发吧。
你的马能行吗？我觉得可以，加油，宝贝，别停下来。我们很接近了，下面就是勒克瑙。 已经离开勒克瑙了。不是刚刚才添彩吗？他跑得可真够快的。但是我们的马也很快，我们能追上的。<笑>那只蟋蟀还跟在你的身边吗？当然，德利和我谁也离不开谁。太好了，我知道怎么警告上校有危险了。我们走。 有了铁路，我们现在就能向印度人展示我们文化的优越性了。老实说，我希望我们能更多地向他们展示我们的慷慨，以及帮助他们国家发展的意愿。得了吧，上校，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付出。但是我们要牢记，帮助他们发展，有助于我们和当地人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且能避免更多的麻烦。反抗分子，你和你的反抗分子，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军队。 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军队是这些人需要的铁拳，他们只需要明白这个就够了。赶快，你绑好密信了，都弄好了。对不起，德利，但我知道你能做到的，跳跃是你的专长。 说上，金姆。还有15分钟就要到桥上了。红胡子和金姆，可是他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呢？金姆，上吧。看呐，窗子上爬着一只绿色的虫子，上校，你看，真是一只怪虫子。 这只不是普通的虫子，它是金姆蟋蟀。嗯，金姆。是的，是我女儿的朋友，她总是会用一些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来传递秘密信息。真是有趣！上面说了什么？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糖果被吃完了吗？不，总督大人，这是他们发来的警告，说这列火车上可能有炸药。什么？这列火车上吗？ 希望我的朋友德利能够平安回来。别担心，如果上校读到信息，他会在下一站停下火车的。到时候你就能重新见到你的朋友了。相信我。嗯。一切准备就绪了，我们走吧。 停下火车真是太荒唐了！人们会怎么想？我们建好一座桥，但却不能在上面走，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吗？我们会沦为笑柄。那你认为我们应该被炸得粉身碎骨来保留英国的尊严吗？你相信一个只有一半英国血统会用蟋蟀传递情报的孩子？他还是一个印度人，谁知道他是不是个反叛者？说话前要好好想一想。金姆他是奥哈拉中士的儿子，我从未怀疑过他的忠诚，就像我不曾怀疑过他的父亲一样。 我们在火车上没有发现任何炸药，我认为它是安全的。嗯。你看，他们来了。他们怎么不停车？他们疯了吗？我也不明白。是啊，太好了。也许他们检查了火车，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想知道怎么回事。加尔各答的密信写得很清楚了。是啊，大爆炸和袭击总督，但他并没有说会在哪里发动袭击。我明白了，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能藏着炸药。没错。啊！非常的准时。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等着看好戏上演。
我们即将启用的这条连接勒克瑙和德里的铁路线，和行程表一分不差。再过整整5分钟，我们就会驶过那座桥，放松上下，欣赏下美景。 有什么主意吗，红胡子？在火车抵达那座桥之前，我去把火车引到支线上。我们在加尔各答的朋友会很高兴知道计划成功了。快去给他们传信吧。快去吧，朋友。 火车在这里，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啊，那是岔道口，他们想把火车移开。 哼，我会解决掉他们的。红胡子，可恶，有人埋伏在这儿。你看，班尼特，看到没有？一切顺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上校，你得去最后一节车厢看一下，上校。 车上到处都是炸药，还好总督安然无恙，但克莱顿上校在一节悬在断桥边的车厢里。现在由我来指挥，立即搜索车厢，让没事的人帮忙把伤者送到附近的医院救治。还有人被困在了车厢里面，不帮忙。 把他弄出去！快，我们要马上把他送到医院才行。那个男孩子呢？ 这孩子看到了，太好了！要是每个人都能像你这样就好了。红胡子，艾尔莎小姐，小姐，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勒克瑙的急件。啊，一封急件？桥上发生了一场大爆炸，桥被炸毁了。金某，他还好吗？他没事，但是克莱顿上校进了医院。啊！你只能进去探视他几分钟，小姐。 他现在情况还很严重。爸爸，我是艾尔莎，你怎么样？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吓坏了。你必须得走了，小姐。你父亲现在需要休息。来吧。 再见，爸爸。谢谢你，上尉，我需要这个。克莱顿上校怎么样了？
他的伤势怎么样？非常严重吗？他现在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总督大人，医生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康复。很不幸的是，他的线人提供的袭击情报是对的。可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如果他之前已经知道了这一切，那他为什么不立即告诉我们桥下放了炸药呢？你的意思是说红胡子在耍双面间谍的把戏吗？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假设。不过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向你保证，总督大人，24小时内你就能抓到炸桥的人和其幕后主使。你好像很有自信，班尼特。那好吧，我给你指挥权，但我要提醒你，任何行动都要谨慎。我不希望再节外生枝发生什么意外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总督大人。我们到家了。我们回来了。阿明，阿明。你好，阿明。这是怎么回事？不，他没有破坏那座桥。把他给我带走。安静点。我丈夫是无辜的，放了他。废话，走。阿明，阿明，请放了他。快走，快走，快走，别往前面走。你们想要做什么？班尼特上尉已经下了命令，要我们处决所有毁坏桥梁的人。但我们只是工人呢。这是他的命令，站过去。兄弟们，行行好，我们是无辜的。那座桥是我们一手建起来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毁了呢？我说了，立刻执行。我拒绝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就处决他们。哼，好极了，我自己来。干得好，拿着，够了，兄弟们，我们要找回自己的尊严。出动吧，东西不要放开，走，快走。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印度士兵叛变，正在攻打堡垒，总督大人。什么？你说什么？堡垒已经不安全了，总督大人，快走吧。是班尼特，我跑到上面找到他时，他确实吃了一惊。不幸的是，我去太晚了，没能及时阻止他。但是多亏了你推迟了爆炸的时间，炸药虽然把桥给炸塌了，但乘客们得救了，这都要感谢你。克莱顿呢？他也在这里接受治疗，但是还不允许探视。那么任务完成了，干得好，吉姆。是啊，完成了。不过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啊？只有将爆炸案的主谋，也就是你们俩处决后，我的任务才算完成。等我能和上校谈话，我保证到时被枪决的人是你，班尼特。现在是我来指挥。不过等一下，不出所料，拿着，这个好像是用密码写的情报。报告班尼特上尉，这不是我们英国军队活动的交接密码。看来你是策划这次袭击的间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的骗子。给我放开！接着。你们这群没用的家伙，竟然让他跑了，你们怎么回事？至少要逮捕他的同伙。别跑！抱歉，我的朋友。没事了，老爷爷，你好好休息。坚强一点，小姐，我很肯定你父亲会康复的。巴尼先生说的没错，你父亲很强壮，他会恢复的。但是吉姆在哪儿？他去哪儿了呀？我们必须抓住那个小子，把他交给班尼特上尉，封锁医院所有的出口。是，快点。哦，他们说的是吉姆，他肯定又有麻烦了。那边，
我们必须在他们之前找到他，把他带出去。别担心，我没事。他跑不远的。那个拄拐杖的，给我站住！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跑到哪儿去？你想逃跑是不是？你在这里呀、啊，即使头上缠着绷带，还断了一条腿，也不能阻止我的好侄儿到处淘气，是不是，我的小淘气？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带他回家了。很抱歉，他打扰了你们，他不应该出来的。走吧，傻孩子。慢点走啊。你也窝下的这两根木头球棒真是有趣，我也想要一双，它们看起来非常的稳当。你真是一个天才。我们出去后，我就把这个给你。等一下，你们有出去的许可证吗？又来找我们，他需要去治疗。你不用这么紧张，士兵。这个男孩是我的病人，一辆救护车在等我们，他需要转移到德里进行手术。我建议你最好让开路，否则别怪我找你们上级了。请吧。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位年轻的护士来照顾我。等我用锤子把你的石膏敲开，你就知道这有多好玩了。剑已经准备好了，巴尼医生。什么？如果所有出口都封锁了，那他肯定在里面。你们还在等什么？快点让开，别挡着我的路。是的，我们马上走。太感谢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麻烦大了。能解释一下你的麻烦吗？巴尼特策划了桥上的袭击，但是他想栽赃给红胡子和我，被他们抓住就死路一条了。我希望我的朋友已经远离这里了。金姆，看样子这次你的事情的确不太好办，这可是一个大麻烦。奇怪，他们在这儿干嘛呢？我不确定，好像爆发了一场革命，大家都在逃命。这下怎么办呢？我们该去哪儿啊？也许去我表哥家。印度人和英国人又一次成了敌人，这意味着又一个黑暗之年到来了。